支持東京生活情報です。而家喺東京站，準備去一個 event， 路過後面呢一間中村屋咖喱炸包，啱啱炸好啊！買咗個試下，因為我發覺我未食 lunch， 300幾唔平，咁我而家試下先。喂，個包真係暖粒粒嘅，好鬆脆啊，好味啊，好香啊，個咖喱好多餡啊，貴得嚟有道理啊！嗱，我推介 ，anyway。這個包不是今天的重點，我不多說了，大家有機會來到東京站就來這個中村屋買個咖喱包試一下。不過咪講笑，我決定講多少少關於這個包，它的包裡面我懷疑是有賣牛肉的，是淡淡肉，不單止外面脆薄薄，裡面淡淡肉，300多日圓來說呢，即是一般的咖喱包的兩倍價錢，但是味道呢絕對有兩倍的味道，哇不得，大家嚟到近住京葉街嗰度咧，一定要買嚟試一下。就咁，我繼續去我嘅 event 啦。Oh!